郭富城和方圆四月完婚，传说方圆当时已经怀了女娃，早前也被拍到小腹微凸，不过两人相当低调，始终没有公开承认。但不知道是否已经到了公开的时机，方圆26日竟然主动在网络晒出全身照，孕肚明显，间接承认自己怀孕一事。方圆近期 PO 的照片多以上半身为主，未拍到孕肚。她26日参观展览，罕见晒出全身照，只见她穿的 V 领黑裙及粗跟鞋，戴着墨镜，高贵而优雅。由于裙子有设计束腰，使得肚子更加明显。不过她四肢依旧纤细，身材维持得相当好。网友看了纷纷直喊：肚子肚子，真怀孕了，恭喜！手臂还是好细好美。有网友目测她的肚子至少有5个月，预祝她生产顺利。